暌违四年，蔡依林再次到香港开唱。她昨天现身尖沙咀，为12月在香港红馆举行的演唱会开记者会。据说这次演唱会的阵容相当强大，还找来了韩国天团 Big Bang 队长 J Dragon 的制作人合作。幕后团队如此厉害，嘉宾方面应该也很有看头吧？嘉宾我还在思考当中，这样子，因为希望可以找到放在演唱会的整个节目是蛮符合的，对，所以我这几天也在思考一下。是台湾请外还是请香港？其实我都可以列入我的这个梦幻名单里面。蔡依林不仅对于演唱会各种安排大卖关子，就连问到她这个月15日是她的35岁生日，男朋友景荣有什么惊喜给她，也同样保持神秘。秘密不能透露。我的生日蛮平常的，就是吃饭啊，然后跟我的这些姐妹们聊聊天这样子。嗯，我的生日愿望应该一样，跟每年都，因为其实自己蛮幸运，所以我觉得身体健康开心就好。Yes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。